娱乐第一眼，八卦新看点，欢迎订阅和点赞。杨幂不满和邓伦被组 CP， 暗示与男方没有关系。杨幂自出道以来就绯闻不断，而这些绯闻除了给她带来了超高的人气之外，也自然而然会给她带来不少的负面新闻。本来杨幂和刘恺威离婚之后，网友可能想着杨幂会沉寂一段时间，没想到最近又和邓伦疯狂吵起了 CP。 而由于这次的 CP 力度网友们安利的比较强大，杨幂本人首次在首次采访中做了正面的回应。其实杨幂和邓伦之所以会被粉丝组 CP， 是因为二人一同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密室逃脱，而在这档节目中两人的互动比较频繁，更有网友指出杨幂明撩邓伦，而也有不少的网友认为是二人暗搓搓的在互撩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 CP 一定是互相有反应才能够被广大网友所安利的。但是不论如何，杨幂和邓伦这一波 CP 热度算是稳了。这也是继杨幂离婚的新闻之后，杨幂本人第二次影响力比较大的热搜了。但是这种 CP 热搜对于一个刚刚离婚的女艺人来讲似乎是不太友好的，毕竟杨幂已经是小糯米的妈妈了，又刚刚从上一段婚姻中走出来，如果贸贸然就这样和鲜肉男星们传出绯闻，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负面。因此杨幂在一次采访中被主持人问到，如果有网友想要磕她和别人的 CP 的话，她会作何反应？对于这样暗示性比较强烈的问题，杨幂给予了直接的否认，并表明他称，我会磕别人的 CP， 别人磕我 CP 就不了吧，疑似暗示自己与男方没有关系。杨幂这样的回答可以说是非常机智也非常耿直了。但是其实对于杨幂来讲，现在更为尴尬的一个问题就是热度问题，如果不跟当红流量组 CP，晒娃晒老公的话题点杨幂现在是一点都不能碰了，但是组 CP 的话意图又太过明显，即使是在录制节目的过程中和邓伦交往过密，就被网友喷互动真的太暧昧，可以说杨幂现在真的是也很难做了。要知道作为娱乐圈的女艺人，没有曝光度就等于没有市场，而没有市场的女艺人是没有未来的，并且和男艺人相比，女艺人的事业上升期本来就很短，杨幂可以说已经到了事业上升期的最后冲刺阶段。所以对于杨幂和邓伦的 CP 事件，广大网友们还是包容心强一些吧，毕竟娱乐圈里的艺人们也是需要依靠手段来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的，不然没热度没戏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加上杨幂现在已经没有了家庭，在事业上背水一战是显而易见的事情，记得订阅和点赞哦。